第一次来到台湾参加金曲奖，要不要先和所有的朋友们打招呼，还有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Miss A。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很高兴很荣幸能参加金曲奖。其实我们组合的成员有四位，但是今天因为有一位很可惜不能来跟我们一起参加，也希望台湾的粉丝能期待我们等一下带来的表演。太棒了。对，而且除此之外呢，听说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台湾歌手，不晓得你们自己心目中有没有比较主力的歌手想要跟他来交流一下？想要一起合作的歌手，추가리님이뭐지他说周杰伦，周杰伦待会马上迎接三位认识，加油加油！妹妹，谢谢 Miss A， 谢谢。玩得开心，里面请。开玩笑，周杰伦待会可是盛装出席啊。